回答问题一点都不累，自问自答比较让人累。在太阳系当中，质量最大的行星是哪一颗星？最大的行星是那个这群人木星。正确。观音菩萨的生日在农历二月几号？好难哦。这个我知道，我前面19号。正确。很厉害厉害。哎，你自言自语有点多。对，前面答的。那你前面很帅。对，很累耶。怎么这群人的木星这多了？